大家好，我今天我要讲一个 App 开发的故事。AeroDux 是一个以手机为基础的滑鼠程式。那我是 Maglin， 来自于台科大。那总招 Mouse 呢是我同学。那其实这个程式是有两个人做的。那另外一个作者叫夏，他今天有事没办法来，所以我就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。那其实这个 App 是一门课的作业。那在期末的时候，老师要你交出一个 Android 的 App。那学校呢有提供电脑，然后实作，但是因为用不习惯嘛，所以大家都会自己带电脑，然后也会带着滑鼠。但是下不一样，因为他觉得带滑鼠很麻烦，所以就只会用触控板。那有一天我就嘲笑他说：“你可以用你手边的手机当滑鼠用啊。”结果这个想法就产生了。那我们马上到 Google Play 上找相关的 App， 就发现其实有五六支类似的 App。那我们下载了一些，就前几支比较热门的 App， 发现它其实只是把触控板移植到手机上面而已。那我们之后又装了一个韩国人写的 App。发现，它的特色是用陀螺仪，然后像Wii一样操控滑鼠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还蛮有特色。但是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它要按住一个特定的按钮才能做动作，所以我们不太喜欢这个设计。那还有其他相关的设计也是，有类似的问题，或者是这项功能都需要付费。那所以我们决定就朝这个方向，当做这个作业的题目。那我们专业一开始当然需要命名啦。那 AeroDux 是由两个希腊文字根组成的 ，Air 是指空气的意思 ，Dux 有思维，应该说想法和原则的意思。那两个合起来就是空气的思维。对，我们就用这个名字当做专案的。对，就当作专案的名字这样。那我们马上呢，就在 Bitbucket 和 HiPad 上开始我们的专案。那 Bitbucket， 可能有些人知道，就是一个，工程师线上合作写 code 的一个平台，就是把 code 上传上去，然后，组员们可以增加或者是修改那些程式。那 HiPad 是一个合作的文字编辑器，我们在上面写了我们想要的滑鼠功能，然后传输的一些格式和代办事项，还有一些 issue 之类的相关文件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设计系统的架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设计这种大架构的东西。那左边的是电脑端的架构，右边是手机端的架构。那他们特色，其实它大架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希望利用现在电脑多核心，然后多线程、多执行序的平行处理，然后去处理这些由手机发出来的讯号。那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一些可行性的研究。经过我们的过去程式设计的经验，然后来看说我们这些一些比较特别的功能是不是可以实作的出来。例如第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说如果你的电脑跟你的手机在不同的区域网络下，那要如何找到对方，然后跟他连线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，因为手机里面 sensor 很多，那我们要挑选出适当的感测器，然后来使用它。哦，第三个比较麻烦的是说，简单的英文打字是可以，但是如果是中文或日文或是欧系字母，会
可能没有 API 可以使用，对，可能要其他底层的东西。然后最后一点是，我们想要做省电模式，就是说当手机在睡眠状态下，我们想要也是可以操控滑鼠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 issue 这边没有列出来。那化学我们研究之后发现大部分的刚刚 上面列的东西有些是很难实做，因为没有直接的 API 可以使用。然后 sensor 的资料因为有杂讯也不能直接使用。然后我们发现在 TCP 连线的时候会常常 lag。不过呢，我们觉得，应该先从最主要的功能开始设计，就是滑鼠移动的功能。那我们利用下面的数学式子，然后将滑鼠旋转的角度，然后像雷射笔一样投射到荧幕上，然后转换成荧幕上的坐标。那这个式子呢，我在这边先就不多讲了，你可以，其实上网就可以找得到式子的意思。那讯号的处理呢？因为杂讯很多，那我们就用简单的低通滤波器，让它就是滤掉一些比较明显的杂讯。那处理的效果我觉得还不错。最后我们要处理刚刚说的 lag 的问题，我们想要将比较频繁的这些动态讯号，例如就是滑鼠移动的讯号，改成用 UDP 的连线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做36进制的加密不是编码压缩，然后就可以降低53%的资料大小，那就变得比较顺了。那经过上面的改进之后呢，我就先来 demo 一小段。那我这边就不转播手机上的画面，因为界面很简单，就只是连线，然后跟一个很简单的滑鼠画面。那我先 demo 在用在空中画图的感觉，写字的感觉。等一下。荧幕比较大，不太习惯。点那个，点那个，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功能是，那个卷轴的功能。例如，我要看今天的议程，你只要按住画面中的触控板，然后手臂这样弯曲，就可以滚动。那如果你大力一点，就可以像滑手机一样。对，它会自动卷动这样子。那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有人已经做到这个 app， 但是其实，重蹈覆辙其实没有那么糟，因为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。那你在开发的过程中，你也可以学到新的东西。然后，直到你真正去做的时候，才会找到问题在哪里。谢谢。